这块肉真挺好的啊，吃吃。我敢说全国一流，别说咱全市场了。哎呀妈，真能吹，咋那么吓人呢？大姐，你几个瞅瞅我这五花肉照它那厚度，这多少钱呢？啊，15。是肉真能吹，这肉十块零点肉毛猪啊。不来的，147。回来剁了，我也剁，好没劲。行，前面给我带肉算了。啊，要下边都要这。要一半不行啊，要一半不行，没法卖了。啊，拉下去吧。咋了？还有排骨吗？就从这儿咔。从那儿咔不了，得外脊朝下。啊，知道不？外脊一下子也行。行吗？行。啊，我还要这一块。啊，15斤。行。啊，这一块都要这个呀？对。那要一半你不干不是吗？不干，我俩分开。我这个我干就是你都得领我钱，我知道吧？我领你。下回我看着你得别说买肉，我都下回我都背了，知道吧？还有排骨吗？咋值点？哎，那带里脊干啥呀？不给你带，就带一层皮儿。啥肉都有啊？因为带一层皮比较好看，没有知道吧？等几会儿，这没有准点，让卖了，我告诉你咋卖啊？让卖不了都卖，没有准点。就像豆块似的，给我嘎那个什么？嘎3块。3块4块啊？不正着宽吧？啊，不正宽一块。不，我先来一小条，剩都你的，行吧？我要上面，我要做红烧肉。那你要下面行？要哪个下边？你要这边行，我要这边直的。就来点头呗。行，给我来一个。那你就给这个大姐来那个啥，2-3斤啥的都行。嗯，都新鲜。是那个意思吧？看着没，这是五花肉厚度。我说全国一流，你不相信？这块的千层梅花的。啊，是不是？不是我，是。没到一会儿，你得这样。那都没到，对，那个没剃干净。好，55再1。这样拿1刀、2刀、3刀。好。别整太大了。1刀。啊。微信收款9元。3刀。3刀。完了呢。那个好像一刀有点是不是小？2刀吧得啊。真的。2刀吧。真的。行。啊，值点了。对。啥样都有。做红烧肉。啊。然后对。这个来俩，哎，接着来呀。好。对。那个也是。7-8斤。那边的块太大了，行了，太大了，我这钱给你了啊！哎，妈呀，我有点拎不动了。好，200。啊？200？这么多呢？给我啊！别老凑啊！201块，差着找我来啊！13斤4两。妈呀！那回来的真有戏啊！来3斤。微信收款200元。这是好梅花。这块梅花肉不错啊。你真像。看看那个血管。没有血管，至少还是血管。好不好？75，5斤肉。啊？你得吃多大的？450斤猪还嫌小呢？啊，又多少？中了，不让你看了。450斤。买啥肉姐？我想买排骨。我们看着吧。排骨没剃的都人都定着呢，你能看着吗？大姐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啊。排骨没下来呢，就定上了。我那都是娃娃亲，大姐。抢手货，知道不？娃娃亲没生出来，这人定上了。啊，大姐，你要懂行，你就知道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不懂行，你真的你看不出全国第一，你知道吧？你看你跟我认识，你以为我就这样？你别找得我找得中国，你找不着第二个我，独一无二的。全国第一，我吹的。反正全我吹了。怎么能吹呢？都剃出来要，对，就是都不都给他剃出来，就要这个劲儿，不是要这个劲儿，因为剃出来都剃出来肉不好看，
他瞅着变色。三十二元。咱不是要那个地儿。谢谢惠顾。咱是为了咱几个人着想，肉好卖，对吧？东西还得好，剃完还得新鲜。剃完了你还把肉还埋到那里边去呢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多少馅儿还吃肉硬没肉？是那梅花饺还是这块饺好？你再给我，你说一下。三十元。因为我这工尽量不给人提建议，人愿买哪买哪。我也建议一下。哎、建议，他愿意听听，不听就拉倒。对，他你说，你建议白建议。大姐，你来前上还有后上的。微信收款40元。前上都行，就是你来来多来少的。前上少点对吧？前上少点，后上多点。来来前上。啊。你老家好。前面又后边。这叫后边，你不要前面吗？啊，等一会儿。这大排骨多好。下踹回去了，行不行？行。来走。一打。再撕个。行吧，撕个衣吧。把上面这个肥膘给我蹬。这不用的。咋不得用啊？那腿。太小。这小标我这灯标是没钱的，你都没灯。那倒腿上了。103块，给100块钱吧，少要3.8块中吧。因为这小标太小，姐啊，别不满意。要应该登，我早给你登了。哇妈，真沉呐！来走。走。他给我得等一会儿，姐。啊，前朝来哪一刀？前朝。微信收款59元。来头一刀还是来？第二刀。来第二刀。那个，你这意思去一刀来这来这刀是吧？对对对。我那排骨给来了。没有排骨，你那是？那个那个。那个没到没到时候呢。排骨前面还问没到时候呢。不要这刀。哎，大姨搁这儿这肉吧，这肉啊。一炒二十六，这周攒你钱啊，给我三十八，200吧，装俩袋装一袋，装一个大袋，俩袋都不够，能抵得动不？我辣椒一出去，你大叔要是要吃有的事情，我再用你掏钱呗，可不我掏，可以可以，你想让哪了？好，你让哪了？我找了，行不？好。你说咋了？我要这个肉厚一点的，外牛他们挺外要多少斤呢？23斤啊？那你让我咋了？你给我比划一下。啊？没事，你别忘了。这个去了吗？在这儿来，要这面是吧？要这个。要这面。刮着啊，要这个。在这儿切，要这块那多呀，这块啊。不是，就是您这么切开，完我搁这。这个上面少块钱。你的意思这么买，要中间是吧？可能是不行。可能不行啊！哪有难买肉的？你出来，你出来，你这拉完要这头也中，要这头也中。你可倒是拉完要中鸡烟，你说那我还是不如别拉了，对吧？我也知道那块肉好卖，谁都愿意那买。我是煎着吃。这来个来一斤多点啥的，有点肉馅。微信收款65元。一斤多嚼一下的是吧？啊，那我这买的排骨你也不给我。不要是不给，没有呢，我搁啥给你？大姨，这中吗？中，好，谢谢。好，25元的大姨。给我饺子吧，那要不是非要不要去啊？是个饺子馅儿吧？啊，对。慢。你赶快卖呗。啊，赶快吧。这个前扇儿，前扇你等会儿姐，我先给你前朝卖卖，完我这给你提啊。我先给这排骨卖了，完我这提。那个是必须买这个一块吗？啊不，它带个骨呢，这个。啊？它有用。带尾骨啊，对，要他不带尾骨，我早拿上来了，知道不姐？他得带这个尾骨，那啥排骨。这23的。你说意思要这个不？我说意思。这不带哪块的？我告诉我。这儿呢，没剃。哦，也没剃呢。那你把那个剃了呗，把那块给我剃了呗，等着吧。你看，你要不墨迹这种可能能剃完了，要不然你要让我来回去拿这个不是？究竟你要哪我不知道，我。要那个。哦，要那个我得给剃完住啊。
咋了？我俩的吧，这蓝牙粉。真蓝，要这套。对你不能，你不能真拉拉中间，知道不？行，点那啥，我问一下，不那什么，咱用去化肥的吧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咱我都在我晒光了，我都在一个人那买肉买惯了，要不行不行？行行行行行。好，九十姐六斤。我这头一回在这边。还有呢，这个。这个来我的。这个买的。这啥呀？25、26这个。25的，二十五。这个煎的是不酱肉，不老吧？这叫没花肉还老，是没人。110。昨天他们就往那，那个又不那这个标厚啊？这个标也不厚，这主要是一把软肋，我这细标的，要不也不细标。得给这搁上吧。就把你拎在上头儿。微信收款115、啊。有过拦一刀吧，别拦，绕过去了啊！这肉拦太可惜了，106。我这兄弟，五斤以内啊，五斤以内，别超五斤，剩个一只吧。那那一把，这边好，大哥，啊，这边不如那边强吗？里脊啥样的没看过？这个排骨我要啊！啊，来个。刚才那个75吧，刚好五斤。你跟我大哥嘎多了，没事，拿这么准的干啥呢？我寻思给电给你拉70似的。没大哥，要多少没事？那都得1半。1半。都得25。来两个腰子。剩一种。好，100行吗？还有没有？是吗？啊，再要不是？啊，对对对，那个。啥时候排骨啊？啥时候排骨啊？这儿25。来点腰子。啊，喂着不肥。肥呀，先。你先喂呀。微信收款25。这两个是啊。排骨。为啥得剁了啊？微信收款100。立即21，姐啊。把那块切了吧。必须来一块啊。对呀，这还能怎拉呀？就这点肉。要是多的话了，我就给你来33块钱。